这次的作品其实是对我之前的那么几年的一个作品的算是总结，然后主要呢就是想就是把我们这一代，就是特别是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把它作为一个概念，然后把它的形象作为一个怎么说，提取它这个特征来做一个形象，然后可能接下来的目标会稍微就是更加的就是有侧重点一些，因为我之前是特别怕画一些重复的东西，然后想要让自己每一张的颜色有变化，每一张的构图完全不一样，然后以至于几年的东西是单独每一年看是非常不一样，但是综合起来看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很系统的，像接下来我会让它更系统化一些，所以这次应该是最近2年最丰富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那么丰富，各种各样的元素都有的一个展。然后这一张是我这一次的算是主打，也就是它提示了我下面可能将要做的那么一个概念，就是把人的那种微妙的表情给提炼和放大，然后看起来就是这个表情，也许它不是大喜大悲，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内心的变化，就像演内心戏一样。然后这个雕塑是我新做的尝试，因为就是石馆长之前在跟我们讨论这个展览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希望这2间展厅能够有一些突破，然后就是所以我是一个希望就是有，就像一场比赛一样，它需要有规则，然后我的规则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做最有效的东西，就在你限定了它的材料，限定它是传统油画和纯艺术的同时，然后我希望就是在这么一个世界里面，让它有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做我自己的一些突破。然后这个雕塑也是做的比较久，是从去年12月份就开始做，因为可能就是在专门的雕塑系的学生或者说专业的艺术家来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在里面投入的想法，还有就是自己亲手的时间真的比较多。然后这个是讲的是一个春眠的虫子，它就是像做梦一样，就是2个自己，一个真实的，还有一个梦境的，然后他们都是无形的，那么就是也没有一个正常状态那个。因为这张画的来源实际上是这一张，然后这张呢是曾经我在重庆睡觉的时候特别特别冷，然后我就把那个被子把整个身体裹起来，裹得死死的，然后就特别像一只肉虫子，就露了一个脸出来。然后上面那张是我所有作品当中唯一一张照着我自己的脸画的，然后进行变形。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睡觉之前想要看一下书，然后发发短信，跟朋友聊聊天。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就是有时候想法比较不切实际，然后爱做梦的，就是甚至有一次我跟我的好朋友在同一天做了相同的梦，在梦里面探险，然后我就想象另外一个娃娃是一个假的梦境里面的自己，然后在睡觉前我们把自己裹起来像虫子一样，梦里面去偷桃子，然后遇到猛兽，然后又下雨下雪，就是一个很传奇的那么一个感觉。那个，先说一下这个鼻子，因为这个鼻子是，因为我以前在刚好在创作这个形象的时候，有养一只小狗，然后因为就觉得狗啊，它是很敏感的东西，就是总是跟着人，希望人宠着它，希望宠爱，然后它就是一个宠物，然后它是，其实是，大部分的宠物是没有太多的功效性的，当然它就是可以讨人欢心，然后甚至变得就是比一般的野外的原生态的动物要脆弱了。然后我就觉得现在的就是一些小朋友、一些小女孩，就是可能在有一些观念上面，就是希望，因为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撒娇，可以通过自己美好的形象就能够
唾手可得、轻而易举的，就慢慢的自己变成一个嗅觉很灵敏的一个宠物，然后寻找那种物质很强大的，寻找那种金钱，或者说寻找别人的宠爱。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一些小女生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就给她弄成一个狗鼻子，然后狗鼻子，同时我也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亚洲人的形象，亚洲人的鼻子也本来是扁平的，然后他所以就是套在一个有一点浅浅的立体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没有画自己的自画像，然后我这个创造的这个形象的起源的那一张是用我自己的形象做试验，那么从一个写实的一个状态，像写生的那么一个状态，慢慢的转变为现在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其实这个形象它是我创造的一种生物，然后这种生物它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亚洲的，包括小男生的一些浓缩，他可能就是追求的那种审美是特定当下这个时代发生的，它不是以前今后也可能会有所变化的，就是我希望不管是现在还是十年后还是100年后，大家一看啊就知道原来这个作品它代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它的一些形象还有审美，它其实就是一个提炼，然后一个概括，就是把现在这些人，然后他的形象其实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说这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品种的东西，就是通通的，它是每一张脸它的五官它也有区别，就跟我们人类一样，但是它是比如说我们喜欢的现当代的那个化妆技法，然后欣赏的审美，然后觉得希望是长成这样的大眼睛，包括我们看平面广告，拍电影，然后我们明星，然后整形美容丰胸，所有的它都是有一个定式的，然后本来人他是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然后因为一些商业的原因，大家会把所有的美给规律化，就是以前是喜欢把所有的树都长成一个样子，然后把所有的动物训练成搞一个状态，然后让它非自然化，让它就是人工化，现在对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然后所有的女生都希望自己长成她们心目当中的那个美的一个状态，然后而忽视了就是自然的那种美的存在，所以我的画面它是之所以看起来好像误以为是一个人，实际上它也不是，它就是这种眼睛、这种嘴唇、这种身材都把它极致化，然后没有必要的东西我都不放上去了，就把它提出来。这张的名字叫做宅，它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从我们这一辈80后开始，就是在中国大陆是只能生一个小孩的，所以我觉得现在长大了以后跟70年的朋友接触，包括60年甚至50年的前辈接触，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合作意识的，然后是特别爱串门，特别爱打堆，然后就是朋友一群一群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就可能比较宅，就是什么都习惯在家里在网络里面，然后把自己幻化成另外一个卡通形象，把自己假装一个名字，然后就可以在网络上面肆无忌惮的发言，做什么事情都想相当于是一个虚拟的自己，可以负责任，可以胆大，可以不负责任的做和想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显得人性就比较冰凉，因为其实我觉得人从一开始到现在，它是几千万年的发展，都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然后大家都是很融合的。然后就是这么电脑科技发展的短短十几年时间，就把大家变成了那么一个在屋子以外就觉得很冷漠的，现在大家不愿意相信其他人，就在街上可能会很小心，然后就是这是一束灯光，然后它是就像在那个桌子前面的一束灯光，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房子的一个概念的形状，然后就是这个灯光能照到的地方，好像就是一张脸，就出现一个这么一个灯和房子的形状，然后其他的地方是冷冰冰的。这张画主要就是一个很冷的色彩，然后在自己的个人的那种网络世界里面，有很多危险啊，有很多传奇啊，就沉浸在里面，因为是一个
很在量化的。然后这一张是，其实我个人是不喝酒的，这张叫做醉，因为我特别的喜欢看朋友喝酒，特别是朋友喝醉了一点点，就是那种眼神，就是有一点朦胧的，有一点半睡半醒的，好像是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你又可以跟他交流的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很漂浮的。所以有时候我在猜测是不是喝醉了灌醉的时候就跟想要睡觉的时候打瞌睡一样的，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变成好多层，然后变成双影啊，然后就是一个漂浮的状态，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多年轻人白天很辛苦的上班，然后起得很早，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其实是幸福的，因为就是你们的可能收入差距就是没有大陆那么大，但是大陆现在的反差是特别大的，就是可能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能拼能奋斗，就早上可以6点钟起床，然后坐车，然后走路，再搭地铁捷运去他们上班的地方，只为了9点钟的打卡。所以然后晚上他们就可能会喝酒啊，玩啊，熬夜啊，但是就这么一个有点恶性循环的，但是又同时又好像挺快乐的那么一个过程。我个人是比较唯美主义的，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倔强的人，因为在大陆就是很多做当代艺术的人，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偏执的，他们觉得如果说要做当代艺术就一定要跟政治波普挂钩，或者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想法，然后有一旦跟政治波普挂钩，然后有特殊想法以后，好像似乎就必须是要痛苦来发声，然后才能够有深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是60、70年代你的艺术家去痛苦去反思，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是可行的，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是如果说你80后、90后本来生活就很安逸的状态下，然后很卡通的状态下，你再用这种假痛苦的方式，他就特别的虚伪。我就觉得我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我要说的就是表达这个时代的特征，然后所以我想创造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来说我要说的东西。